是右边那个很酷的房子那边啊，你就可以找到那边去。好多那个豪宅，那个才是豪宅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里，你就可以直接走到那边去。对对，水沟旁。那个淡水大桥是在从他那边过吗？淡水大桥一线啊，就新盖的那个大桥，要从这边通到巴黎那边去啊。So cool.